来我家干嘛？大过年的。我自己一个人没什么事儿，过来看看你。其实我们也没差多少，一般高。新年快乐！Happy New Year！ 一家人团团圆圆。啊，好久啊！好了，爷爷，啊，别喝了。哎呀，过年嘛，让我过下瘾嘛。好吧，好吧。哎，魏掌门，要不要陪老头喝一杯啊？我自己来。啊，谢谢。风爷爷，啊，我敬你。啊，谢谢。来吃饺子。啊，我们两个忙活了一下午，包了这么多饺子，好不好吃？嗯，都是我做的。嗯，只有我的份儿啊。喜欢就多吃点。风爷爷，嗯，我想让飘飘参加今年的全国武道大会。嗯，这是这么快就定了？飘飘，他行吗？那可是高手云集的全国的武术精英啊！他可以的，况且还有我在。飘飘他真的很有天赋，所以我希望风爷爷可以支持他。有魏掌门这番话，我这老头就没话说了。能不能问一下我的意见啊？学问嘛，见斋还见。怎么，我的宝贝说你不愿意，不喜欢太极了？不喜欢，练功都是他逼迫我。那你不喜欢，还不是坚持下来了吗？那还不是他逼的。等坚持下来的事，就是喜爱。乖孙女，加油！我给大家倒点酒吧。好好好，好，来，新年快乐！干杯！干杯！